真的太好了。佩伦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，他找到了一个可能的住所，这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安慰。他们计划去实地考察这个小屋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将在那里安顿下来。在面对困境时，佩伦和他的妻子展现了独立和自主的精神。他们曾经考虑过向阿祖法求助，但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们决定不麻烦阿祖法。他们知道，如果自己无家可归，阿祖法会因此而担忧，可能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。佩伦和他的妻子认为，最好的做法是尽量减少给妹妹阿祖法带来的麻烦，他们希望能够自己解决问题。只可惜，最近几天，阿祖法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日子，佩伦在最应该过去的时候没有选择过去，这真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。阿祖法的心情沉重，他今天不得不走进城市，递交了那份可能改变他余生的离婚申请。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他与康特的关系即将走到尽头，他们可能真的要彻底分开了。如果佩伦能够在这段关键时刻陪伴在阿祖法的身边，或许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转机，也许可以通过沟通和理解来避免走向离婚的悲剧。佩伦在朋友的引荐下，终于抵达了约定的地点，并顺利地与房主会面。他带着家人和一些简单的行李，向房主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状况，表达了自己迫切需要一个安身之所的现实。他向房主表明了自己无家可归的困境，并恳请房主能够体谅他的处境，希望能够在房租上给予一定的优惠，不要让价格过高，超出他的承受范围。房主似乎被佩伦的真诚所打动，随后便带领佩伦准备去往那座小屋。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，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不妨给阿东点个赞，支持一下。今天阿东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，木仙点家的牛初乳营养粉，特别适合中老年群体，平时手脚没劲，肠胃不好，三高什么的，你就每天来一杯。它的奶源来自新西兰，口感香醇丝滑，粉质细腻，重要的是它不含乳糖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特别适合老人孩子使用。每罐600克，富含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菌、四大益生菌等多种营养成分，每天一杯，营养又健康。原价为99元一桶，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优惠，99元到手三大桶，性价比极高，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。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前往橱窗选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来到小屋这边，佩伦仔细地检查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，他意识到，尽管这座房子外表看起来并不豪华，但只要能够为家人遮风挡雨，提供一个温暖的家，就已经足够好了。他知道，家的价值不在于外表的华丽，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安全感和舒适感。经过一番考量，佩伦决定租下这座小屋。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意义重大，它不仅代表着他和家人将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地，也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摆脱无家可归阴影的机会。佩伦对房主表示了感谢，并开始筹划如何将这个普通的房子变成一个温馨的家。佩伦在确认租下小屋后，迅速向房主做出了承诺，表示将在第二天就支付租金。这一举动显示了佩伦的诚意和对这次租赁机会的重视。房主看到佩伦的诚意和迫切需要，展现出了善意和理解，同意了佩伦的提议，并表示没有问题。佩伦在找到这个小屋后，感到非常庆幸，他知道这将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，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天。他决定立刻行动起来，打扫卫生，以便今天就能搬进这个小屋。佩伦与妻子进行了商议，他们达成了共识，决定先在这个小屋里安定下来，等生活稳定一些后，
再一起去看望阿祖法。有了这个小屋，他们不用担心冬天的严寒，可以安心地度过寒冷的季节。这个小屋不仅是一个住所，更是他们重建生活的基础。